下再跟下来听，别说在我们海山企业的红盘呢，这边是由清水龙和喜红，这是我们现在行政团的五谷振兴社，五谷振兴社的行政团也是在我们五谷地区亮晶晶的一个行政团。还有厉害，我们上肩放三角，感谢五谷振兴社的行政团。是这样年轻有活力的正头，就把最酷我正在上金丝，不打劫最